Uniqlo 嘅副线 GU 终于喺香港开幕啦，睇下有咩特别先。哇，呢度咁多衫点拣好啊？其实真系唔识衬咯。手伝いましょうか？咁我哋会衬翻个6:3:1比例啦。你黄色主要系绿啦，咁呢个系衫啦，咁我哋黑色可以做翻个点缀咯。すごくお肌が白くて綺麗なので、赤いこういう差し色が似合うなって考えました。なので今トレンドのあのパラッツォ、トップスはネイビーか白か迷っ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お肌が綺麗なのでお肌の色が映えるような白をトップスに持ってきて、あとはトレンドのウエストマークでもっともっとスタイル。咁呢個而家好興嘅話齋 lit top 啦，係一個泡芙袖嚟嘅。咁呢條鮮黃色嘅裙都係今年好興嘅顏色啦。咁呢個咧就係 choker 啦，可以因為用 V 字領設計咧，可以再 show 翻個重點喺度啦。我覺得咧，我嗰套其實係幾好睇嘅，咁但係唔係我平時本身嘅 style， 所以覺得有啲奇怪咯。我嗰套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泡嘅，因為佢上身同下身咧都有少少浮腫咁樣。我覺得如果只係其中一個窄一個褲嘅會比較好。衫褲鞋襪配色全部都有齊曬啦，大約500元就可以買曬全新嘅裝束。不過款式就比較斯文，適合甜美風格嘅女仔。另外記者都行咗一圈，都睇中咗唔少衫噶。哇！呢啲其實翻工都好啱咯，仲要如果係 opening surprise 嘅話，係真係79元。呢度全部都99元咋，勁多顏色喎！